马来西亚棕榈油，满场都是好朋友。朋友们，你们知道棕榈油吗？棕榈油给我们带来健康，马来西亚棕榈油，健康生活由你做主。 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生活中呢都可以处处可见，比如说我们这个正月元宵，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刚刚中秋节所吃的月饼，还有朋友们所喜欢吃的这个冰淇淋、巧克力等等等等，都能找到我们的棕榈油为你带来健康。那就是说，我们通常呢在标签上所看到的植物油，大多都是我们的棕榈油。 那么就在今天，我们将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健康食用油棕榈油，同时呢，也让我们大家感受一下健康生活从由你做主的健康开始吧。 但是呢，它有自有的动物油没有的缺点，因为我们知道动物油它胆固醇它就比较高，对。可是棕榈油呢，它虽然
保护潜能比较高，但是呢，它和其他植物油一样，它呢是可以反胆固醇的，那其实呢也是有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作用。照您这么说，我突然对于这个管家的这个选择倒是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他今天做的是素混粉，但是用的是就是可以像动物油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棕榈油一起去做这个混粉，可能是不是会风味上会不一样？对，这个棕榈油呢，它烹饪的时候虽然煎炸，我们知道是比较高温的烹饪啊，但是呢，棕榈油呢，它在这个煎炸过程中产生的油烟并不多，而且呢，用它煎炸出来的食物呢，非常。